各位观众，我们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这场比赛呢，就是 TCR 亚洲 TCR Asia 的一场赛事，这是在珠海所进行的 TCR Asia 的赛事。我们所有的赛车呢，都是按照目前的国际 TCR 房车赛的规则来进行改装的赛车。当然，这些改装呢，其实是由每一个车厂的运动部门来亲自操刀进行改装。所有参赛的车队或者车手，其实只需要购买这辆车，那么以及相关的零配件就可以直接参加比赛了。所以这项比赛呢，这个赛例呢，目前在国际方面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相对而言赛车的性能很好。除此之外呢，相对参赛的费用，各方面的费用呢都相对来说是比较经济实惠。那么刚才呢看到今天的这一回合的比赛里面，排在杆位出发的就是陆干。陆干呢也是我们中国地区的一位非常的表现的优异的经验丰富的一位老将。那么在过去的 CTCC 的比赛当中啊，还有澳门赛车里面都获得过冠军的好成绩，那么甚至在 CTCC 的比赛里面也曾经获得过总冠军的辉煌的成绩。至于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罗兰赫特纳，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同样来自中国香港的车手许家泰。那么许家泰呢今年也是参加了 TCR Asia 的赛事。 Adam 是排在了第四位起步。至于奥里奥拉这位国际房车赛的名将，那么也是加入到了 TCR Asia 的争夺当中。那么奥里奥拉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呢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那么至于今天由于倒序，所以陆干呢是能够排在杆位起跑。来看一下今天他有没有办法去争取获得一个更加好的成绩。刚才看过的就是奥里奥拉，然后接下来的这位呢就是 Daniel Miranda。 Daniel Miranda 呢驾驶的是20号的赛车。至于 Felipe Sousa 苏沙呢则是排在了第七位起步。苏沙呢是来自中国澳门的车手，排在第七位起步。看看苏沙今天有没有办法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苏沙在昨天的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77号的车手呢是 Daniel Lloyd。 Daniel Lloyd 在昨天的比赛里面是获得了第三名，今天是排在了第八位起步。23号的车手呢就是 Moran。 Moran 在昨天的比赛里面最终是掉到了第七位的位置，但今天呢仍然是能够排在第九位起步。而排在第十位起步的就是1号车手卢卡·恩斯勒，恩斯特勒。恩斯特勒呢也是一位房车赛的名将之后啊，所以呢他在昨天的比赛里面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驾驶现代的 i30 and TCR 赛车呢在比赛里面是占据了绝对优势，最终收获了冠军。而今天呢则是排在了第十位起步。他的父亲过去也是国际房车赛的名将，也在澳门东望洋房车赛的比赛里面获得过非常辉煌的成绩。现在他的儿子卢卡·恩斯勒同样也是继承了父亲的技术，在房车赛的比赛里面速度可以说相当惊人，而且有非常不错的稳定性。81号车就是黄楚涵，排在了第12位。而11位的就是55号来自东风本田车队的谢钦哲。谢钦哲黄楚涵呢也是我们内地非常有名，曾经获得过辉煌成绩的冠军的房车赛的车手。这是 Kim Jin Soo 来自韩国的车手，他排在了第13位起步。他是驾驶现代的 i30 and TCR 赛车来参加比赛。马上。至于这位车身上写着没赞助的这位车手呢，也是我们中国内地一位非常著名的房车赛的车手，他就是李林。而且李迪呢也有这个赛车劳模之称啊，因为他经常在一个周末一天里面参加多场的比赛，这个周末也不例外。因为据说呢他有参加这个奥迪 R8 LMS 的杯赛，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参加了 TCR Asia 的比赛。这位是33号的廖丽佳，排在了第15位起步。廖丽佳呢也是常年有参加房车赛的赛事。这位则是30号的车手高华阳，那么高华阳也是中国内地一位非常著名的房车赛的名将，那么他也是主演了韩寒所导演的两部的电影，包括最新的《飞驰人生》，所以高华阳现在不但是一位著名的赛车手，也是一位电影明星了。这位是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的车号呢是65号。道格拉斯在昨天的比赛里面是没有能够完成赛事啊，所以今天排在倒数第二位起步，而排在最后一位的就是10号的 Cherry。Cherry 呢是驾驶奥迪的 RS3 LMS SEQ 的 TCR 赛车参加比赛。由于呢现在现场已经飘起了雨点，所以我们刚才呢看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是举起了这个湿地牌。今天的天气相对而言呢并不是特别稳定。那么其实呢同时间在广东省其他地区所进行其他的赛车比赛呢据说已经是开始下雨了，而珠海目前还好，只是稍微飘些雨点，但是对于比赛的赛车而言，特别是车手而言，就必须要留意这个雨势的进展了。毕竟雨势的大和小，时间持续时间的长和短，那么对于轮胎的抓地力的变化呢其实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大家再可以来看一下这场 TCR 国际汽车亚洲中国系列赛的比赛整体的起跑顺序。中国香港车手陆干在今天是排在了杆位起跑，大家也要留意呢排在第十位的一号车手 Luca Ancela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究竟能够上到第几位。以他的速度而言，他应该是能够继续往前追的，但能够追到第几名，这个就看他的临场的表现。现在工作人员再次举起了湿地牌，而且呢要求所有的车手呢都要开启车头大灯，因为天色已经变得比较阴沉了。现在是1分钟的倒计时牌已经举了起来。珠海国际赛车场呢是中国第一个落成的永久性的赛车场，在1996年落成，是一条高速的 stop and go 风格的赛道，重刹车然后加油出弯的这样一个以刹车和整体的赛车的扭矩和最大马力为主的这样一条赛道，一共有14个的弯道。那么赛道的宽度呢是12米到14米左右，拥有多个的超车点，包括4号弯、7号弯、9号弯，还有11号弯以及1号弯，那么都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超车的位置。好，现在暖胎圈即将要开始了，现在天色已经变得越来越阴沉。好，暖胎圈正式开始。今天的气温大概是在24度左右，赛道路面温度呢，由于比较阴沉的天气呢，应该不超过30度，所以对于车主而言，这圈的暖胎圈同样非常重要。TCR Asia 中国系列赛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米其林的轮胎。米其林在轮胎制造方面的经验也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车手们经过驾驶之后呢，总体对米其林的房车的赛车轮胎的评价呢，还是非常正面。第一位的就是陆干。TCR Asia 的赛车呢，在动力方面会比 TCR China 的这个赛车的动力呢，在涡轮增压值方面少0.38左右。这是6号弯，在正常的比赛当中，这是一个可以全油门通过的一个弯道，但赛车呢会接近极限。如果稍后下雨，赛道湿滑的话呢，车手在过这几个高速弯，包括了3号弯、6号弯，还有包括10号弯，就要相对的比较小心一些。参赛的车型里面呢，相对来说在规则方面 BOP 加重最多的就是本田思域的 TCR 赛车，还有现代的 i30 的 TCR 赛车。现代的 i30 TCR 赛车也是去年 WTCR 国际房车赛当中的总冠军的获胜车型，所以今年我们看到好几位车手呢都购买了现代的 i30 赛车来参加比赛。在 WTCR 当中呢，驾驶 i30 赛车的就是李约克，当然今年我们中国的品牌领克也是制造了 TCR 的赛车，加入到了 WTCR 的这个战团当中。除此之外的名爵也设计出了他们的 TCR 规则的赛车。在这里再简单的说一下 TCR 规则呢，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由车厂来进行设计，来相对更加经济实惠的这样一个房车赛的规则。所有的赛车呢都是采用 2.0T 的原厂的高性能的发动机，然后是前轮驱动的一个赛车的底盘的驱动的形式。在变速箱方面呢，可以用上序列式的拨片换挡的变速箱，但早期的赛车，比如说像西亚特的赛车呢，也有采用原厂的双离合变速器投入到比赛当中的这样一个类型。但除了西亚特之外呢，印象当中其他的赛车都会用上赛车专业的序列式的变速箱。序列式的变速箱呢，始终更耐用，而且呢换挡更加的迅速，同时在动力的传递方面，这个非常关键，动力的传递方面效率是更高的。现在一圈的转台圈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这场 TCR Asia 中国系列赛在珠海的第二回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排杆位起跑的就是驾驶奥迪 RS3 LMS TCR 赛车的陆干，第二位的赫塔勒呢用的是高尔夫 GTIR 的赛车，至于许家泰则是排在了第三位， Adam 是排在了第四位，就一号车手 Luca Ancela 昨天的冠军今天是排在了第十位起步。现在大家都已经停在了自己的起步格上，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这场比赛一共要跑十五圈，好了，赛道准备起跑，大家请放慢速度。接下来留意信号灯，信号灯亮起，灯灭起跑。那么所有的赛车呢，其实都是会有一个弹射的起跑装置的。我们今天陆干起跑是做的比较的一般。目前看起来罗兰赫特纳是上升到了第一位的位置，后面的车手呢也在相继寻找着能够提升位置的空间。今天陆干的起跑相当的糟糕啊，起跑之后现在掉到了目测来说大概第七第八的位置左右。接下来看到进入的就是三号弯，一个相当高速的弯道，罗兰赫特纳现在是排在了第一位的位置。我们看到的是卢卡安斯勒现在也在寻找的位置，希望能够往前冲，希望能够超更多的车。来到了四号弯的位置，大家总体而言目前还是相安无事的。奥里奥拉现在似乎在起步方面还是做得挺不错的，奥里奥拉是排在了第五位起步。哇，七号弯的位置呢，这里大家都显得比较的拥挤啊。接下来下一个弯道呢就是九号弯，哦，这里有车手在九号的位置，九号弯的位置呢是锁死了轮胎。二十三号的 Moran 现在也在寻找着空间。哇，十号弯是个相当快的弯道，看到大家都拼得非常凶。好，来到了十一号弯，赫特纳现在要守住的就是七十四号的车手奥里奥拉。现在奥里奥拉呢已经是来到了第二位。奥里奥拉呢用的同样是现代的 i30 赛车，尽管有加重，但是奥里奥拉整体的速度相当快啊，现在不断的给赫特纳施加压力。赫特纳在压力之下的十四号弯是冲进了草地，也是影响了整体的出弯的速度。哇，我们看到呢卢卡恩斯拉非常迅速的已经追了上来，不过奥里奥拉在一号弯的位置呢还是努力的守住了卢卡恩斯拉。但无论如何，卢卡恩斯拉就一圈的比赛现在已经从第十位来到了第二位的位置。哇，他的上升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来到了四号弯的位置，两辆现代的 i30 赛车并排进弯，奥里奥拉的线路呢来得更好一些。现在他比较勉强的守住了身后的卢卡安斯拉，但从速度来说明显卢卡安斯拉的速度来得更快。六号弯是一个全油门通过的弯道。好，七号弯的位置看到奥里奥拉仍然是守住了卢卡安斯拉。卢卡安斯拉七号弯出来之后呢想要冲到左边，但是线路依然被奥里奥拉给封住了。
九号弯的位置，奥里奥拉目前依然是守得非常的不错，但是这样的一个跑法呢，他的轮胎损耗就会比卢卡埃斯拉来得更大一些。而且我们看到近十号弯好几个弯道因为要走防守线路，所以实际上奥里奥拉的线路都是走得比较窄的，这样来说呢，对他的速度会有所影响。但奥里奥拉守得相当的顽强啊！看看十二号弯出弯的速度方面，我们看到有一台高尔夫赛车是进入到了缓冲区里面。三号的车手就是罗兰·赫特纳，非常的可惜，罗兰·赫特纳是进入到了缓冲区。这边其实还没到十四号弯，卢卡埃斯拉已经是超越了奥里奥拉，上升到了第一位的位置。奥里奥拉现在只能够排在第二位。看到十一号的许加泰也是来到了第三位。哇，卢卡埃斯拉在这些车手当中实在是实力超群呐、啊！奥里奥拉非常努力的守了大概一圈，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守住。这位七十四号的车手就是奥里奥拉，过去也是参加过 WTCC 等等的比赛，在房车赛的比赛当中也是非常有经验和速度的一位车手。现在安全车出动，安全车出动，所以看到七号弯出来之后呢，卢卡埃斯拉是做了几个暖胎的动作，因为安全车出动等于是全场黄旗，现在大家就不能够再有超车的行为出现，而且大家现在要开始减慢速度。比赛现在还有十三圈，刚刚跑了大概两圈左右，安全车已经出动。相信呢，也是由于刚才三号的罗兰·赫特纳的高尔夫赛车冲进了缓冲区，所以导致赛会觉得情况危险，需要出动安全车。这辆应该就是罗兰·赫特纳的赛车。再来看一下起步，陆干的赛车呢，在起步方面明显是顿了几下，明显在松离合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是弹射装置的问题，还是时机没把握好，所以呢，总体的起步速度是非常糟糕。二十三号的 Moran 和三号的罗兰·赫特纳要接受赛会的调查，有可能刚才其实赫特纳和莫兰是有碰撞，所以导致赫特纳最终是冲出了赛道。而实际上现在莫兰依然是在比赛当中，他是排在了第六位。起步之后的第一圈呢，总体而言大家都是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意外啊，尽管有一些激烈的拼抢，但大家都是比较好的留出了空间，整体的尺度大家还是把握得非常的不错。赫特纳在这里拼得太凶了，冲出赛道，结果连续被奥里奥拉还有卢卡埃斯拉超越。这就是刚才赫特纳在十四号弯太快进弯，结果冲出草地的慢镜重放。奥里奥拉一直努力的要守住身后的卢卡埃斯拉，但是最终没有守住。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三号车的赫特纳的赛车已经进入到缓冲区里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安全车，头车卢卡埃斯拉的赛车已经跟在了安全车的后面。目前现场是没有真正形成有效的雨势，所以呢，赛道路面暂时来说呢还是干燥的。只是车手呢还是要留意天气啊，还有雨量的变化。这边应该就是赫特纳已经离开了赛车，拖车呢已经是准备把他的赛车慢慢的拖走了。
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十号弯的位置。有可能安全车最快呢，大概一圈左右就可以离开赛道，因为我们看到拖车呢已经慢慢的把赫特纳的赛车脱离赛道。目前第一位的是卢卡·恩斯勒·恩斯特勒，第二位是奥里奥拉，第三位许家泰，然后是 Daniel Lloyd。 谢新哲代表东风本田车队目前是来到了第五位，莫兰目前在第六，苏沙第七，还有米兰达目前是在第八位， Adam 目前在第九位，李林已经是上升到了第十位，黄楚涵目前在第十一位，原本甘为起跑的陆干目前的位置呢只是在第十二位，高华阳目前在十三，韩国车手 Kim Jin Soo 在第十四位，廖丽佳第十五位，道格拉斯在第十六位的位置， Cherry 是在第十七位，赫特纳呢已经是退出比赛。在东风本田的指挥台位置呢，我们也见到了中国澳门的著名车手何伟权。何伟权过去在 CTCC 的比赛里面也曾经代表过东风本田车队出战。稍后经过十号弯的时候，再看一下赫特纳的赛车是否已经清理出赛道。好，我们现在看到安全车车顶的警示灯已经熄灭，这也代表比赛将会在下一圈将会恢复。看到卢卡·恩斯勒马上开始减速，开始压速度，安全车将会在这一圈进入到维修站。看到安全车的雨刮器呢还不时动一下，证明现场还是有一点点的雨点正在从天空降落下来。安斯拉还在暖胎，还没有开始加速，现在整个车队呢都被他压着，但是头车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好，卢卡安斯拉已经开始加速了，加速之后就不能够再减速了。现在所有的赛车已经来到了十四号弯，比赛已经正式恢复。现在比赛呢还有十圈，十一号的许家泰要留意身后的 Daniel， 那么 Daniel 身后的还有东风本田车队的谢新哲。Daniel 用的也是本田的思域的赛车，前面十一号奥迪 R 三赛车的就是许家泰。现在 Daniel Lloyd 在寻找着机会啊，希望能够给许家泰施加压力，逼迫许家泰犯错。许家泰过去在澳门，我记得是财神杯的房车赛比赛里面曾经是获得过冠军的，而且也有参加 CTCC 的比赛，在房车赛的比赛里面许家泰的经验也是比较的丰富。Daniel 在出十号弯之后呢，紧紧跟着许家泰的赛车。许家
赛道的下泰走了一条中间偏左的线路，我们看到前面奥里奥拉的赛车居然出现了失误，奥里奥拉现在陷进了11号弯的缓冲区里面，同时冲出来的居然还有谢欣哲，有可能呢现场的雨势是不是开始加大呢？所以赛道有些湿滑，大家在11号弯的重刹车的区域都似乎有些大意了。 赛道的包括有谢欣哲，有奥里奥拉，看起来似乎还有丹尼尔，还有另外的一辆奥迪赛车。哇，11号弯，这个刹车点的位置，好几位的车手在这里都出问题了。我相信这个时候赛道路面应该是比之前要湿滑一些。再来看一下，哦，应该是下起了比较明显的雨势啊。慢镜当中我们看到。 明显的雨地，首先是奥里奥拉，然后是谢欣哲，都在这个时候出错，但是领先的卢卡·安斯勒还有包括了莫兰，似乎都没问题，还有包括了许嘉泰，都能够顺利的过弯。后面的这几位车手冲出赛道的，当然就是因为拼的有点过凶了，这位就是中国车手谢欣哲，非常遗憾的。 在冲出赛道之前，谢欣哲的速度是相当有竞争力的。现在能看到，其实现场下起的比较明显的雨势，这和之前的情况已经不太一样。卢卡·安斯勒依然是一马当先，相信大家现在用的都是光头胎，所以下雨的情况之下呢是比较危险。安全车第二次出动，安全车第二次出动。 光头胎来跑湿地的话呢，一个是光头胎没有排水的坑纹，所以呢水面呢是水分呢能够在轮胎还有地面之间形成一层水膜，令轮胎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抓地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下雨，赛道路面的温度呢是会下降的，轮胎的温度也会下降。那么干地胎我们也称为是热熔胎，是需要达到一定的工作温度才能够发挥它的抓地力的。如果下雨温度下降的话， 其实干地胎的抓地力会变得比较差，所以一旦有车手在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减速，依然是按照干地量去拼的话，是很容易出问题的。现在卢卡安斯勒已经是跟上了安全车，这也是这场比赛第二次出动安全车。 86号车就是陆干，现场的雨势看起来越下越大了。这样的雨势持续下去的话呢，赛道路面就会开始湿了。这样的话，路面的摩擦系数只会变得更低。 看到退出比赛的还有苏尚，这几位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车手啊，但是也难免会出现判断失误的情况，非常可惜。现在车队呢似乎都已经是准备好了湿地胎，这是东风本田车队的大本营。 看到丹尼尔呢，依然是能够回到赛道当中的。安全车带领，大家就不能够有超车的行为出现了。但是这个时候，要不要进站呢？ 毕竟安全车带领的情况之下，大家的速度是慢的。如果这个时候进站换上湿地胎，严格来说是能够节省一些换胎的时间的。当然也要看这个雨势的发展啊。如果雨势不是很大，可能有些车手呢也会艺高人胆大的用湿地胎继续的坚持下去。
毕竟用实体胎跑下去的话呢，起码可以少进一次站，但是风险也会变得很大，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抓地力会变得越来越低。刚才围绕着23号车和3号车所展开的调查，最终确认是没有问题的。看到暂时没有车手进入到维修站当中换胎。相信车队现在都在和车手进行紧密的沟通，车手们应该是在赛道上跑的，所以呢，对于目前路面的条件应该是理解的最直接的，所以相信呢，车队也会咨询征询车手的意见。99号没赞助的就是李林，就像韩寒的电影《飞驰人生》一样，其实要当一名赛车手是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光是技术好，自己努力就行了，赞助或者说是经济方面的资源其实是最重要。许多的 F1 车手啊，尽管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也要经历很多要拉赞助、寻求资源的这样一个过程。大部分的车手呢，其实世界上的大部分车手都是付费参加比赛的，所以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来帮助自己继续实现赛车的梦想。在现场的雨势呢还是持续的，这样下下去的话，赛道路面只能是越来越湿滑。86号车和30号车在安全车的带领之下有超车的行为出现，所以要接受赛会的调查。86号车就是陆干，而30号车呢是高华阳。车队方面现在都在审时度势啊，究竟要不要换上实体胎呢？现在比赛剩下还有7圈，7圈严格来说还是一个算是比较长的赛程。安全车现在车顶的警示灯呢依然是没有熄灭。现在赛会方面依然是维持安全车带领的状态。安斯勒在直路上并没有做特别夸张的暖胎的动作。好，这边有车手进站了，看起来将会更换轮胎。33号就是廖丽佳，现在也是这场比赛第一位进站换上实体胎的车手。当然在房车赛的比赛里面换胎肯定不像 F1 来的这么快，而且毕竟不是单螺栓啊，是5螺栓来固定轮胎，所以换胎的时间呢相对是比较长的。这个也是车队的工程师也亲自来换轮胎。如果换胎的赛车能够争取在其他赛车通过大直路的时候驶出维修站呢，应该就赚了，因为他
他可以用稍微快的速度追上大部队。但如果当现在看到的大部队通过维修站的出口他还没出来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整整的慢了一圈了。好，安全车将会在这一圈进入维修站，所以刚才进站换胎的廖丽佳似乎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好，如果能够早一圈进站的话应该来得更好。相信他和车队都希望安全车不要这么快进站。好，现在驶出赛道，出了赛道之后呢，他要抓紧时间尽快的追上慢车群，起码现在慢车群依然是在安全车的带领之下。但现在已经来到了11号弯呢，廖丽佳要想追回这大半圈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只能尽可能多追一些。好，第一位的 Luca Ancela 已经开始压速度了，安全车车顶的警示灯也已经熄灭。现在现场的雨势还在持续，但廖丽佳呢换上了湿地胎之后呢，如果他把握得好的话，他的速度理论上会比前面这些用干胎的车手来得更快，他有机会能够追上去。好，安斯拉开始加速，14号弯要小心啊，毕竟现在天雨路滑，大家用的基本上都还是干地胎，路肩的位置呢也是比较滑的。目前卢卡安斯拉在第一，许家泰在第二位，莫兰在第三， Daniel Miranda 在第四，至于 Adam 在第五位，李林现在已经是上升到了第六位，黄楚涵在第七位。看到 Moran 呢，现在不断的向许家泰施加压力，同时还有在他身后的 Daniel Miranda。哇哦，看到一号弯有沙尘，应该有车手呢冲进了缓冲区里面。哇哦，这边有好几位的车手发生了大的碰撞，安全车有可能会再次出动了。这个位置应该是出2号弯进入3号弯之前的路段。现在天雨路滑，大家用干地胎的确赛车是挺难操控的。哇，这边三车连环相撞，其中呢包括了4号的车手 Adam， 其中这台西亚特呢是重重的撞在了墙上。65号的就是道格拉斯的赛车，10号是 Cherry 的奥迪赛车。现在现场的雨点感觉上是似乎越来越大，安全车会不会再出动呢？现在3号弯暂时是出示了黄旗，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卢卡安斯拉依然是一枝独秀。许家泰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四位，其他的赛车现在都还停在赛道旁边，所以安全车还需要出动，毕竟目前的情况是比较危险的。看到4号车右前轮还有右后轮，其实整个悬挂系统都已经是被损毁了，所以赛车根本没有办法拐弯。这时候下来看了一下悬挂系统，右侧的悬挂系统已经是完全损毁了。这场中途下起来的雨对于这场比赛的影响实在是很大。安全车出动，现在大家都得要减慢速度。李林目前也是掉到了第九位，换上湿地胎的廖丽佳，接下来的比赛对于他来说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能够发挥湿地胎的抓地力往前追赶。这是 Team Ansel 车队的工作人员，
现在雨势下下去的话呢，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呢都会有些影响，因为稍后还要进行奥迪运动 R8 LMSV 的比赛，此外呢还有杜卡迪中国超级挑战赛，这是摩托车的赛事。除此之外呢，在13:50呢还有国际汽联 F4 中国锦标赛、中国方程式大奖赛的比赛，以及吉利帝豪 GL 超级联赛的比赛。所以参加接下来其他比赛的车手都要为有可能出现的雨战做好准备，最直接的就是稍后进行的奥迪运动 R8 LMSV 的比赛，相信车队都已经是准备好了湿地胎。现在比赛还有三圈，看到现场的这个情况，看起来比赛并不容易恢复啊，有可能跑完这三圈现场都没有完全的清理完毕。其实我们倒想看一下，如果能够重新恢复比赛的话，唯一换上湿地胎的廖丽嘉究竟能够做出怎么样的圈速。现场的雨势还是挺大的，86号车要被罚通过维修站，86号就是路干的赛车，这样通过维修站出来之后呢，他势必就排在场上所有车手当中的最后一位了。33号就是换上湿地胎的廖丽嘉。现场的雨势现在越来越大了，86号车路干的赛车呢被罚通过维修站，是因为在安全车带领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上一次安全车出动的情况之下呢有超车的行为。10号就是 Cherry 的奥迪的 RS3 赛车，这是之前第一组冲出去的车手，其中包括了有奥里奥拉，还有谢新哲。这是雨势刚刚开始加大的时刻。除此之外呢，还有77号的 Daniel Lloyd。那么还有在3号弯发生的这一次非常严重的撞车的意外，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进入3号弯。然后我们看到4号 Adam 的赛车，右侧的悬挂完全断掉了，结果呢只能够被迫停在赛道上，停在10号弯出弯的位置上。这应该是全场损毁的最严重的赛车，65号的道格拉斯的西亚特的赛车。好，赛事呢已经是提前结束了，现在我们看到指挥台已经挥动了格子旗，这样的话卢卡·安斯勒再下一城，连续2回合的比赛都获得了冠军。而且别忘了这场比赛他是从第10位起步，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线获得了比赛的冠军。就算在雨天用干胎的情况之下，卢卡·安斯勒仍然是全场最快最稳的车手。因为已经冲过了终点线，所以比赛呢等同于已经完成了。卢卡·安斯勒最终是冠军， Moran 是第2名， Miranda 是第3，许家泰呢最终获得了第4名的成绩，黄楚涵第5， Kim Jim Soo 是获得了第6，陆干目前赛会的计时显示是获得了第7名，高华阳第8， Daniel Lloyd 第9，李林第10，廖丽嘉最终获得第11名。共有7位车手在这场比赛当中退出，除了赫特纳之外呢，其他的赛车都是在下雨的情况之下退出比赛。
号车现在感觉上似乎也要接受调查呀。在安全车后面，它整体的压车的程序是不是有违规的情况出现呢？无论如何，现在一号车的卢卡·安斯拉还要接受调查，所以这场比赛的最终的一个官方的成绩应该是要等待赛后仲裁结果出来之后才能最终判定。这位就是丹迪亚戈·莫兰，迪亚戈·莫兰在目前的冲线成绩方面是获得了第二名。现场的雨势还在不断的加大当中。那么一号车呢，赛后要到控制中心来进行解释。就是卢卡·恩斯拉下来之后呢，要去控制中心接受仲裁的相关的调查和询问。卢卡·恩斯拉现在还在挥手向赛道边的工作人员致意。81号车，也就是黄楚涵，同样要在比赛之后到控制中心报道。车手在赛道上回场圈的时候呢，还是把轮胎碾上草地啊，希望能够增加车身的重量，以免赛后称重的时候呢有车重过低违规的这样一个情况。其他的赛车也是陆续进入到了验车区当中，第一项要做的就是称重，然后再停在封闭区里面。那么赛会相关的技术人员呢，还会对每一辆赛车进行车检，看看赛车在改装方面，比如说重量啊等等，有没有出现违规的情况。这样的话，这场 TCR Asia 中国系列赛的在珠海站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就全部的结束了。当然我们依然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尽管目前按照官方计时卢卡·恩斯勒是冠军，但因为卢卡·恩斯勒现在在赛后呢要去控制中心报到，要解释相关的一些违规情况。